啥呀？这是啊？咋还把老爷撂地上了呢？老爷，没劲儿了。老爷，我跳的正起劲儿呢。老爷，你起啥劲儿啊？老爷，咱们清河县连续干旱，我们也是几天没吃饭。你瞅你饿的，都瘦成啥样了？是，你太瘦了。那不对呀，啊，前天不是吃了吗？老爷，三天。就一顿饭呐，就这一顿饭，我还是偷着把夫人的金钗给卖了，给你们换的米呢，不知足呢。老爷，夫人的东西你敢碰？你这胆儿啊，可真是铲车装粪，腿肥了呀！来，竟敢跟老爷我这么说话，我千里扛猪槽子，为的不都是你们几个呀？能不能讲点良心？告诉你们，这事儿就只能我知，你还有你知，你们知道不？不知道。想吃饭不？想。想吃饭，金钗这事儿就不能让夫人知道。这回知道了。哎呀，属猪的记吃不记打呀，他们。哎，老爷，这好像是有人击鼓喊冤啊。击鼓喊冤，那咋还打出大秧歌点来了呢？冤枉呗，有这么冤枉的？传击鼓人上堂回话，传击鼓人上堂回屋。行了，夫人呐，你咋来了呢？找你。找我做甚呢？找茬。夫人呐，白闹了，我正上班呢。哎呀，老爷，请为民女做主。哎妈，夫人呐，那咱家里边一直不都是你当家做主吗？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啥事儿啊？咱家招贼了。啥？招贼了？这不能啊！你看看我这身工作服，啊，补丁摞补丁；你再看看我这双官靴，这家让你补的跟鹤顶红似的。就是要饭的到咱家来，他也得给咱家扔俩大钱儿啊！是啊，你看我们穿的就像冤枉花子了。我首饰丢了。哎呀妈呀，夫人首饰丢了。夫人首饰丢了这事儿，你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。知道啊。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老爷说不知道，咱们就不知道。少跟我装糊涂！我那首饰都放内宅了，除了我身边的人，谁能拿走啊？夫人，人家可没有拿，没有拿呀。你紧张啥呀？夫人，你这么说话，谁能？张啊，真是吓死宝宝了！可有人不紧张啊？啊？那这不是紧不紧张的事儿啊？这，那个石柱啊，过来，老爷先审审你，快点，喜剧，前两天你把夫人的花瓶打碎了。我可没告诉夫人，啊，老爷可帮过你。今天这事儿，你是不是也得帮帮老爷我呀？哎呀妈呀，老爷，是你把夫人那个……哎哎哎！干啥呀？当我不存在呀？五四六吧，五四六。今儿这事儿，你要不给我整出个四五六，咱俩就八八六。我看你六还是我六？我问你。首饰这个事儿，你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这事儿我，哎呀，你们那个夫人问话呢，你们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啊。知道啊。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呗，你傻呀？你们几个联合起来骗我是不是？不是。掌嘴。是。
六，今儿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麻翠姑的厉害。要是让我知道还有从犯，我就让你们好看。五四六，你到底是招还是不招？招！哎呀呀呀呀！哎，你们几个臭小子太不靠谱了，老爷，太吓人了，我实在挺不住了。挺不住，不想吃饭了是不是？你拉倒吧，你的饭都是夫人给的，你就别挺着了。夫人呐、啊，这事不能怪老爷，老爷偷金蚕那是个大伙买米了。闭嘴！呀，我终于知道了，夫人是老爷把金钗拿走了，没我事儿。你啥时候把金钗拿走了？完了，老爷，我们对不起你呀、啊！晚了，现在还不算晚。嗯，金钗这个事儿，我就先不问了。哎呀，还是夫人大度。你还有别的事儿没说？老爷，你多少事儿啊？眯着去。哎，还有啥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你要再跟我支支吾吾，就别怪我把你打得皮噜扑噜，我让你重新认识一下我麻翠姑。不是，夫人呐、啊，你就算打得我皮噜扑噜，那我也是不知道啊。哎，你夫人，你提个醒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成亲前你给我买的手镯没了。哎呀，成亲时候手镯没了，不知道啊。不知道。好，一根筋。你天天跟老爷在一块儿，知道不？说，镯子到底哪儿去了？不说，继续掌嘴。夫人呐、啊，你别说掌嘴了，你就长屁股我也不能说呀。因为我向老爷发过誓，是他和长嫂那个事儿，你打死我我也不能说呀。完了，有料。站着。又冒出个张嫂。张嫂谁呀？你说，你说。夫人啊，夫人问你们呢，张嫂是谁？你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知道啊。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说多少遍了？一根筋。夫人，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？夫人，我都说了，就这个事儿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能说。可是打死你吧，你都已经说了。我说啥了？你说你说啥了？老爷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他不说，我说。你谁呀？张嫂呢？你不是说不说吗？老爷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夫人呐、啊，这就是张嫂。张嫂。夫人，你来干啥呀？我来是把那天晚上他落在我家的东西，给他送回来。不是，你这啥东西呀、啊？就是这个手帕呀，手帕，手帕呀、啊，这不是夫人的手帕吗？哎呀，这真是我的，你送他了？没有啊。好你个五四六，金那股背茄子，你起外心了？哎，夫人，哎，夫人在叫一声夫人，你可快松手吧！哎哎哎哎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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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嫂，你倒说句话呀！啊，说啥呀？哎呀，有啥说啥呗！哎呀，夫人，我俩没啥事儿，没啥事儿都是啥事儿啊？夫人呐，是这么个事儿，我们当家的得了痨病，卧床不起。不能干活，一双儿女上不了学，可怜巴巴的，这日子呀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。是县的老爷知道这件事儿，就用这手帕包一个镯子，让我卖了换钱给他治病。我们当家的好多了，现在都能下地干活了，
我今天来呀，就是感谢老爷夫人对我们的救命之恩的。啥呀？就这事儿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都听明白了。这金钗呀，是老爷给牙舍的兄弟买米了；这手镯啊，是老爷给张嫂子当家的治病了。你还抠抠的问啥呀？哎呀，老爷，老崇拜你了，棒棒的！哎呀，老爷，你真是棒棒的！你说你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帮助乡亲们，这我能理解，可你为啥就不说一声呢？哎呀，夫人呐，那这有啥可说的呀？得一官不容，失一官不辱，莫说一官无用，地方需要一官，吃百姓之饭，穿百姓之衣，自己也是百姓。好，哎呀，大老爷，你说的也太好了，从今以后你还需要啥，咱家你随便拿，就是把咱家房子卖了我都没意见。房子卖完还剩啥呀？夫人呐，还真有一件着急的事儿。就是钱家村修桥没有银两，修不下去了。哎呀，那得修啊，要想富先铺路。我给你拿房契去。那就不用了。咋了？你真卖了？这儿呢。好你个五四六，你呀，你不给我留啊？夫人。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？不知道呗，你傻呀？是评委问的，你得知道。那咱们就见好一下自己。我们来自吉孝社，吉孝社里欢乐多，今天我们说一说。一位大叔乐呵呵，满嘴全是逗逼嗑。要临了八十，一点都不贵。十五月亮十六圆，这位女神会的全。她存活，人送外号是毒蛇。都是千年的狐狸，玩什么聊斋呀？四位评委，她最壮，穿着唐装真像样。我这评论时，起来也真棒。